强，这就是我用省下的钱买的新车。哇，厉害呀、啊！怎么做到的？省钱呐、啊，说难听点就是抠。比如呢？比如傍晚时去菜场买菜，便宜不少，三餐自己做，一个月能省不少。还有，别看上班坐公交不贵，一个月也得不少钱。走路既能省钱，还能锻炼身体。哎呀，下班了。再比如，打电话响一声就挂掉，等对方打给你，就能省话费。纯粹，国外的蛋总找你，让你回个电话。哎呀！哦，好的，蛋总，明白明白。还有，洗完脸的水可以用来浇花，这种常识大家都知道吧？电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，注意节约用电也能省很多钱。又可以用几天了？你是不是故意要跟我对着干？你至于抠得这么离谱吗？啊，谁跟你对着干了？我只是抠习惯了。好，我就使出我的抠门绝技来和你比一比。瞧，一块肥皂我用了十几年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果然是真的，厉害呀、啊！切，谁想和你比了？比不赢就逃吗？站住！强行延长生命，以为你赢定了吗？我也会。你确定这俩还活着吗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谁让你俩先给我打开的？给我封上！